2015年10月27号。K 到来希望的来朝圣的人，皮兹比洛，右手拿着转经轮，甚至呢提着那个酥油茶罐，都为了心灵的一份的虔诚，不为了什么，是为了整个天苍太平的部分，天下苍生。今天的天气还算不错，外面的温度大概在20度上下，但是一清晨的时候温度稍微是比较低了一些，嗯。